当年在国小五升六年级的时候，那他就这样加入我的人生，那陪着我上山下海啊，环游世界，走遍世界各地。那这样子持续了12、13年，就到今年2023年，他在一个晚上就默默就离开了我们。那，对啊，就当时还蛮错愕的，就一个没有注意，那他就直接就回不去了。反正就好好珍惜你身旁的人事物嘛，那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好好活在当下，做每一分每一秒，就珍惜，把它用到极致吧，就好好活着，好好跟身边的人事物相处。那对，这样比较不会留下遗憾。Yep.